大家好，我是虎扑骑射啊，我现在呢，在整理几个箱子啊。那我前一阵子的话呢，有一位变形金刚的迷友呢，他经济上有一些困难，那必须要大量出清他手上的玩具。那当时的话呢，他是很希望一次能够把它全部都出清掉，那显然是相当的困难了。那么，因为他主动找上我，而且以前也是有交易过的迷友。那我就给他开了一个价格啊，那他也最后就答应了。那我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，也顺便回馈这位迷友，因为一次我跟他买了52个变形金刚，这个没有办法啊，这个话大家互相支援一下吧。那我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开箱啊，不要浪费太多时间，我们直接看一下，到底有哪52个玩具。我从我个人觉得价值比较低的这一箱先看，我已经有稍微分类过了。R4级的邦博比，这是里头这一款，你这52个里头应该是最可能最不好出手的啊。那么再来是第5级 Leader Class 的 Megatron，我当时看到他照片的时候，我以为是 V 级啊，原来是 L 级的。还有第4级日版的这个 Grimlock 钢索。那么其他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是 AD31，精图版的第4级的骑士科波文。那么还有其他的几个呢，其实都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啊，就是美版、日版的这个骑士柱，这个都第4级的。然后这个是暗黑配色版的骑士 OP，都是背着大棺材版的。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这个则是当时的 AD01 日版的，那我的老观众应该知道，这个模具我是全制霸了，所以这边我全部都有了。那还有两盒东西在旁边，这个分别是 SS 工作室系列的钢索啊，第一波推出的钢索，还有 Breakout，那这几个都是L 级的，而且是电影系的玩具。再加上刚才的这个邦博比，这是第一箱啊。那么接下来我给各位看一下第二箱好了。这我还是提一下，我已经分类过了。这一箱是领袖之证系列的。首先呢，这个是 Voyage Class 的一个美版的 Artemis Prime，我有它的日版，那个是魔幻蓝天啊，同好迷友送的。但是这个美版其实我没有啊。那么另外还有一款也是 Voyage Class，这个是已经 Beast Hunters 的一个。Ultra Magus 这个模具其实挺好玩的啊，凭良心说，我蛮喜欢这一款的。那但是我这款我也已经购入了，其他呢，几个吊卡，这个天王星 Starscream 全新的啊，全新的，那么还有全新的 RC 啊，这里已经开始出现稀有物品了啊，然后这个就是。F1 版的杂兵啊，这个3个已经基本上都是比较天价，我的 RC 也是比较贵啊。我突然讨厌阿帕奇了，你出什么 KO 版对吧？那么这边一个小角落，这是电影第3集的 Deluxe Class 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第3集的 Sideswipe，还有这个 Crankcase 啊，这日版的有人物卡，当时没注意到啊。然后这个也是日版的 Lobust 路霸。啊，日版的，然后这一款赛炎风，这款其实配色很漂亮啊，现在应该也不容易买到。Bumblebee，那么还有一款是这个现在不好买，这个 Seaway 声波啊，全新的啊，我先说一下，几乎都是全新的啊，这52个玩具几乎都是全新的，只有极少数是二手。那各位已经发现这里已经有很多现在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了，那我们接着看吧。我还有这里这一箱是 Movie 的 Best 系列啊，Movie 的 Best Spawn Crusher 碎骨魔，Iron High 救护车 Jazz 啊，对了，混了一箱轰天雷，这个是应该是梦工厂那款轰天雷啊，这是唯一非官方的，这是 Movie 的 Best，然后下面两个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天王星。也是全新的啊，天王星全新的，还有一个是 Megatron，这款其实当时也是很受欢迎，但现在价格崩得很低啊。这个 Movie 的 Best 这个现在价格不温不火的啊，不温不火啊。那么这些啊，开到这里是几只啊？各位有没有算啊？
再来的话呢，就出现一些惊喜品了啊！这个居然出现了，它有一个快速变形组，旁边有厕所的门呢，我先把它推到一旁去。啊，我是完全没有想到说它居然会有这一款，这个是我当时入坑对非常重要的一款模具啊，它全新的，只是说旁边这个年代久远，它自己崩开掉了。快速变形组的 Megatron， 还有这个是快速变形组的 Longhole 这款我有了啊，我有了。再来是这个 Artemis Prime， 这个前几期也有给大家分享过，对，这个我也已经拥有了。再来是这个是比较暗黑配色的 Starscream， 啊，也是快速变形组的，这个都这居然有这么这个都是我喜欢的系列。然后这一款这个救护车它是迷彩配色的，我应该是没有，这一款我应该是没有的，出现了难得我没有的。然后前几天才刚给大家分享过这个 Jolt 摇摆。啊，全新的啊，等还是强调一下啊，这52款玩具几乎都是全新的。再来的话呢，就出现了第二集的 Deluxe Class 的玩具就出现了啊。那么这个其实是全新的，我猜他可能之前把它贴在墙壁上吧。这个是 Lampage 狂虎，全新的 Lampage。再来，各位看到啊，来先看这个吧 ，Bumblebee 这款大黄蜂我没有啊，也是全新的，这是双炮大黄蜂吧，这款。好，双炮大王，然后音波声波啊，全新未拆的原色版的声波 Stanway， 然后是机械狗对吧，机械狗全新未拆的，然后这个是跟 Stanway 同模的，但是它是 Autobot 的一个角色，哎不对，哎 Dead End 死路啊，应该是狂派啊，是狂派，对不起我真跟你说瞎话啊，这款我没有啊，我个人并没有。然后 Deluxe Class 的Sideswipe 很胖，当时很抢手，现在可能没有什么人喜欢想要了。然后这个也是双炮版本的大黄蜂，这一款我没有，这一款我自己并没有拥有，当时我觉得它很丑，哈哈，所以没有买。然后是双胞胎啊，两款都是全新的。再来就是这个，也是沙漠色的这个 Brawl 吵闹，这是第二集的时候的改色版本。那再来是很值钱的，这个是冰淇淋车啊，全新未拆，这个现在是天价物了啊。那不要怀疑啊，这个都是包含在我这一次购买的这个52个玩具里头其中的啊。请看你光看这个就知道啊，这位朋友他是多么多么的这个经济上是到底你是有多困难呢，会去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出来卖啊，我想你心里面也是各种百般的舍不得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说一下的吧，他把这个东西卖给我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也是听了也是很心酸啊。他说：“善待他们啊，善待你的兄弟姐妹，对不对？”就是让我听了也是很感动。但是呢，我也告诉他了，我也很坦白的告诉他，我说你这个，如果你不是急着要出清的话，你真的是可以慢慢的卖了啊。当然这52个不会全部都是抢手货，刚刚一路这样看来各位也知道了。那我跟他说了啊，因为大部分我都拥有了，所以我还是会选择把刚刚这些东西呢还是会把它转卖出去，绝大部分我还是会再把它调整价格之后把它给卖掉。那讲到这里其实还没开完，最后还有一小箱啊，这一小箱呢可能是里面最值钱的了啊，最值钱的了啊。首先是这款，这个是全新，只是年代久远炮壳掉了，这是 Scott Crest 童子军级的，这个也是 Dead End 也是死路，好，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。然后这个稀有了吧，这个 Lunsec 这个滑翔机啊，这一款现在可以说是梦幻一品了啊，全新的啊，全新的。然后这个显微镜手术刀，全新的啊，全新的台湾代理版啊。然后这一款也是很稀有了，泥王，这个我有一个 KO 的啊，但是年代久远，这个炮壳有点快要脱落了啊，这个也是很珍贵的东西了啊，现在。然后这个也是这个也是一个某哈雷什么机车吧，某个重机的一个 Scott Crest， 还有这个应该是沙暴吗还是谁，什么沙滩奔跑者嘛，对吧？好，反正就是 Scott Crest， 这一盒都是，对，这一盒都是 Scott Crest， 还有这个是运钞车，也是全新，但是它炮壳掉了，所以它用橡皮筋封起来。那么最后一个
也是我没有这个这款，我是真的没有了。深水炸弹啊，这个梦幻一品呢，我当时根本没有在市面上看到过，我落坑太晚了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这一次我一口气购入的52款变形金刚的玩具。那我会尽快的整理，然后我会把它放到我的网拍上面做一个贩售啊。当然我不会一只一只卖啊，我一定是热门款绑一个比较不热门的，大家不喜欢的，一起来做一个回血的动作啊。毕竟，帮助同好是一回事，但是我自己也不可能说完全做义工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是要把他们适当的做出清的。那就给各位分享这五十二个，这个52个变形金刚啊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